嫂讲要带伊去坐火车环岛一个礼拜。坐火车？坐火车去玩。是啊。啊，恁问我讲，我有要去无？我还在考虑中。坐火车？我来塞车，你有啊？你讲坐火车玩的感觉不一样啊。坐火车、啊。对，坐飞机啊。坐火车，我坐在火车上而已。就吃便当睡觉而已啊。到这都不方便啊，一般车站也到不了什么景点啊。我问伊讲啊，恁到遐要去对面喏，伊讲坐客运车。其实嘛，无讲最好谈，其实是在还是在蛮高的风险下。对啊，风险很高。明天就有时间跟冰雪。现在可以不用学了，就填钱投进去就是了。啊，对啊。啊，看要爱安怎操作啊？给你看电动。你有两个 email 吗？